祝福你哦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草根菩提》。我今天的主角许秋玉师姐，在苗栗万里这所在。做环保已经超过20年，从来唔爱休困。虽然这两年伊的身体有一挂状况，同款无想要放弃，继续为环保伫个拍拼。是安怎伊会这么投入志工的生活咧？咱即马就赶紧来看伊的故事。阮早上老弟是，我拢记得打什么，看袂到。做家己先买一支杆，买一条的吼。迄是较早少年无感觉，即马食落安怎坐咧挡袂牢，一支了一杆。要赚都袂用呀，厝的家境无好啊，自细汉就安尼，细汉较无迄类啦，较无感觉讲啥，拢有食有会用就好啊，家己做啥物用，啥物做来有会用就好。啊，即马嫁过了后就哦，即个家庭歹掉咧，真无用。嫁到安尼就是，人就散人啊，就是。我以前是。有东西啊啦，啊东西人拢伫外口啊，较早人伫外口人较少啊，敢若阮伫内底，想讲咱个命拄着，啊着爱啥物做安尼，啊做有食安好啊。较早，有当时会紧想讲真认命嘞啦，啊有食就好啊啦，莫甲人计较，诚艰苦，嘿，一关过一关安尼，啊过来。嘛是，较早就甲你讲，遐人较老是拢用迄粉灰啊，直直用，直直用安尼，用掉，就换买即个地来起厝。啊，要起厝的进程，敢若是想讲，啊好啦，人隔壁在咧招啊，敢若希望中十几万啦，人咧招讲爱二三十万哦，我讲安都还佫压花啊，啊结果物件买好啊，其他看好买迄类啊，吼，阮大家死。搁开20000外块，迄兄弟啊，共加开，一人出20000外块，啊，就剩8-9万块，就开始起这块厝，啊，嘛是硬压的，啊，压到迄个就，阮老，压到钱用掉，阮老就欠，拄啊无欠人啊，差不多一阵外汇一阵死汇安尼，出来差不多伊就走，我40岁外汇伊就走。阮帮着一个小妹，叫我讲诶，人华联一个师傅咧去病院，吼，啊，即卖咧欠钱，伊讲你来参加啦。啊，其实我迄满，人无合福，拢是讲求保庇诶啦。啊，都讲好啊，迄满是想讲若平安就好啦。三个囝，我着甲立迄三个囝，我家己无立啦。啊，就一人一把安尼就安底下立来。啊，立到尾啊，毋知第几年。去山下，迄个谢金銮因遐，伊开店嘛，啊去因遐，啊才看到伊个月刊啦。我才问讲，啊你哪有这项物件嘞？伊才讲，你要参加无？安尼啦，我已经有参加，我就是有我才知影，这是月刊。我讲好嘛，我有参加。啊入了，我就讲啊，甲阮小妹讲，啊我才较紧啊，
遐麻烦遐远的路头，我专提转来遐啦。身体，我唔捌袂想要停工，我想讲会做加减做安尼。阿麦喊讲啊，一定我都是要做偌济，无一定诶。麦讲迄个，像人有讲哦，钱要做偌济，我袂安尼，有法的范围内做就好啊。嗯，会做则是享受哦，我来讲，袂做就废气啊。我若会做，我要行到底，才多自由。啊，你若袂做，我即马出去若看到人咧，安尼咧摔咧袂行，迄著艰苦个，迄当免做。迄款毋是享受，迄颠倒艰苦。啊，我若安尼会做，会紧张啊，安倒好啊。啊，咱自由啊，毋是像人讲一定爱做偌济，加减做安尼。心要放得开来啦，莫讲安尼，像讲人，比有诶就讲了哦，人拢免做，迄才是好命啦吼。啊，有诶就讲爱有钱诶啦，讲免啦会当过吼，安就好。啊，无做，我是感觉，我诶想法是讲，迄感觉足艰苦诶啦。迄咱掂量较济近诶，安尼走也无路。啊，有安那叮当咧，莫讲坐到。你看嘞，顶当个拢无要休困，迄度也讲艰苦啊，咱也无心啊，那做嘞，那顶当嘞，敢那咧运动嘞。欠人的钱啊，紧做做来还人，安尼欠人的，就是安尼啊，无袂讲甲人计较讲。像无迄，欠人遐侪钱，真正有同事啊，有兄弟啊，啊，因是出去的，啊，都，阮两姓啦，因姓林，阮姓詹，啊，伊讲像姓詹的爱行，啊嘛真缘分啊，伊讲爱行，咱就甲行。嘿，迄嘛几岁，为着做主坐车，为着我家己做，以外拢无，以外拢为着遐钱安尼嘞，迄个。你拼真行人安尼尔，无出钱，毋知咧做啥呢？我嘛毋知呢。出一寡工，出一寡力尔。即马回收嘛，较免遐侪力啦。是讲，敢若轻的吼，是分袂清楚啦，佫看袂着啦。伊迄即马迄玻璃迄款个做啥？人咧创食迄薄薄个啊。什么后抹的，后几岁几岁，许我看袂着。所以我去，干那纸轻几，我拢轻几款的，那纸啦、包特瓶啊，安尼轻几项，啊油啊，啊容器，啊迄分几啊项的，我都较袂晓，看袂着，毋知要安怎分。所以你着尽量发挥你的功能。嗯，我着，我会晓的，我紧做安尼尔。啊，迄袂晓着，换少年的落去分，少年落去分。妈妈比较特别的，就是说，她再怎么辛苦，她还是不舍得让小孩子去，就是她也从小到大，她真的是很少打我们、骂我们。她就是也是在我们国小里面，其实我们家不觉得穷，因为她给小孩子的好像不会比其他的小朋友少。我觉得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我的便当好像不会比人家穷的感觉。很少讲他很好，很少听他讲一些负面的事情。我是觉得
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不用太计较。对对，啊，你拢有靠屯北来哦？我是讲啥听，啊是西迄个，有咧做，有咧迄个就好啊。对伊来讲，延时最痛苦的代志，所以有些事情他做还不错啦。我记得。他有之前都嘛是四五点，然后跟着人家开着车子到处去捡，天还没亮就出发了，我也不晓得他去哪里了。我们那天才去检查了，才知道他测完了。然后我跟他讲说，那就中了，不要搬了，对啊，就竟然是这样。所以妈妈也是今年才没出去跟车。对，就是上次腰酸吧。腰痛的时候，我带他去看医生之后才没跟这样子。以前就是一般的妈妈就是赚钱啦，养家，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，因为现在他参加慈济的话，他整个观念就会比较不一样，比跟以前真的就差很多。我是觉得。这个是一个精神寄托啦，所以我们还蛮支持他们做这一块。至少他有跟外面接触，然后因为我们也都大了，然后陪他的时间也变少了，实在是也比较抽不出空来。那我们觉得说他有一个他可以参加的活动，让他的精神有寄托啊，有人陪他。我是倒觉得说是那些师姐比陪他的时间比我们多，我们还蛮亏欠的，对。所以有人陪他，我是觉得还不错。那安尼，咱厝的人在遐烫啊，咱厝的水无遐清的，阮迄安尼敢若会红土神安尼。所以这水较无共色，无共香。所以阮食水是用去栽，去山来栽。啊，是迄个洗塘栽栽安尼。我是早时拢盖早起来，拢是两三点啊，我就精神啊无空。啊，我早时较早起来就来洗洗。做人爱跟人照理啊，一个理的做人，不是讲人外来做。遐啰外地来，无要跟人讲理的，真歹迄个。迄咱就甲放掉，莫甲伊讲。所以，像讲你以前安尼排这步，食亏这拢不要紧啊。要紧，这咱这时时大人讲的，咱一定爱甲先甲掉，袂使去讲。
环保无做啊，人啊，厝底若无啥物活动，啊，我都是会煎济，啊，消磨时间。即安尼有咧煎较紧啦，时间咧过较紧啦。啊，有当时啊，着去人啊，坐去我会员遐，遐坐坐咧，啊，若有去，人若有伫去坐，是介紧时间，是介紧过。阮老往生的时啦，我心肝想讲，但剩我一个人啦吼，啊，这囝拢还袂娶，还袂嫁啦，啊无我若娶甲嫁，我上济食到六十岁就好啊，安尼啦，心肝着家己讲安尼，我若食到六十岁就好啊，这囝差不多拢嫁啊，娶了嫁啊，嫁完啊啦，啊我无代志啊，讲六十岁伊都唔死啊，着搁搁甲老老换爷孙啊嫁。哦，这个孙啊，爱伊嘞，啊，即马来，你用用心讲是真会用的。要安怎讲？总是爱缘分啦，对的咱爱做啦，啊，该当爱，迄有事我讲嘞，小欠债可能是欠因的，爱行啊，都爱行，欢喜行行嘞。啊，即马来都无遐代志啊，即马来袂迄个啊，是这个孙啊，甲孙啊做伴安尼尔啦。我着较豆个，只一寡菜炒炒安尼，我着啊，即创落来烧安尼。叔仔，啊，你家己个人生拢无所求啊？无啊，要求啥物啊？拢无啥物好求。做主席，我是感觉讲，啊，敢若咧训练身体咧，啊，较袂迄个啊。安尼较乖乖啦，时间咧过介紧啦，免像咱白底厝白微波吼，无做啥货啊，用用。我说你含叔兄差几岁？差五岁。较早做早因啊，真老煎哦。人若招一堆，我著甲人去。哦。较早，啊，我较早真正讲个较早个人，拢较认份啦。想讲认真做，咱家己算要做啊，莫欠人闲闲调个，莫有事事过后日来过生活遐艰苦，家己想安尼。这块是喊咱囝伢食，食伊就死嘛，年纪较老啊吼。
因为身体较无啥用的时阵，我叫无你就卖做啊贴，吼、哦、啊重要人，你就叫叫贵的，啊我再来找你就好啊。你还会啥？还会啥？唔记得。就也没有学，就阿嬷叫我煮啊，然后也只有跟阿嬷一起做，然后阿嬷又要做那么多事情，她在家也没干嘛，就煮一下这样。煮一下。妈，在我心中，她就是比妈妈还重要。然后，阿妈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啊。从以前到现在，就吃了很多苦，就还是熬过来啊。对。然后就是我出了那么多问题，还是也没有说放弃我或是什么。就还是一直在我旁边，很重要。我这老岁仔爱食较有肉的，啊，较有骨的老的会食。我今妈妈是老岁仔喙齿，我喙齿慢慢掉呢。现在秋雨师姐跟查某孙仔两个人斗阵生活，互相陪伴，过去的苦拢已经放袂记。上大的心愿就是查某孙仔会当学会晓照顾家己，平安过生活。虽然年岁渐渐大，同款要用心来做环保，莫让世事为伊烦恼，安尼生活就无虾米通挂碍啊！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去听师傅讲了，我就是看，起码足多人去厝啊。啊，人尾仔嘛是，我若去田里，等下人拢在烧纸，我想讲，迄纸会当回收啊，拢烧掉。啊，才问说，诶，新闻记者，新闻记者甲我讲，柯师兄有在载。啊，我 QQ 下当个，阮兜个后尾看，啊，看干哪样，叫伊来载。秋雨师姐她很精进，因为她上次在生病当中也一直都来环保厂做回收，她很精进，所以她的意志力很强。那时候因为她肝肿瘤开刀，所以她真的很精进，她就一直来做，她很把握当下。她说我要我哈，她也说我在这次生命中好像是在重生这样子，所以她就一直来做就对了。他你看不出他有肝肿瘤开刀，所以他是啊，对我们这些师兄师姐也很好，我们就把他当作是妈妈这样子，嘿。有师傅，这是在对一世人来的，啊，认真落去安尼。